我是李树宏，今次示范的菜式是霸王八宝鸭。这个菜的特色就是母骨软糯香绵，即是够淋够滑，老少皆宜。巧妙的地方就是用靓的陈皮，最好就用十年以上的陈皮。煮食的过程中呢，用享受来形容每一个环节啦，解决每一个细节而得到的效果是比上一次更加好，是乐趣和开心的全员的地方。